赵大少爷，这不你先坐，我出去一趟。上哪儿去啊？啊，赵大少爷，啊，不去了。我想了，张半事了。恩将仇报，上次在东莞怎么着？啊，哎呦，没有，我们居委会的人那眼睛都是雪亮的。你现在就把人那账号太有人不分了，啊，你哪一只眼睛看着我们家葛叔吸毒了？啊，不，要不是我跟王组长熟啊，你得养我多少好人呢？啊，不是。 那谁，邓邓邓邓少，你给我跟你说啊，那不知道，卡特，他那摇头晃脑，这都是吃了摇头丸的典型症状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他那眼圈发青，那都是长期喝毒品接触的表现。那厂长晃着装酷，你别老笑，就前一个，我就是这个，就前一个，哎呦，就前一个，误会啊，王老师身体。 啊，我赶紧撤桌子。哎，别呀，站着去。哎，嫂子，你干嘛呢你？这个兰妮可来了，你看看你误会就，我，哎，都说，你刚才吸毒的事是他告诉我的。你叛徒啊你！ 你疯了吧你！你疯狗了你！这连判徒你也打不干呢！你得把他吊死！啊！别别别别别别！大妈，大妈，闭嘴！你让他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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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他，
经社区演讲活动已经拉开序幕，留给我们排练的时间已经很少了。我希望大家再接再厉，啊！接下来我们来演唱一遍，排一遍啊！对不起，团长，我来晚了。晚了，晚了。我不是让我们经纪人通知你时间了吗？啊，是通知了，这路上堵车不是吗？ 没听说过这电瓶车还能堵路上的，不是，这个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，我前面就停了一大卡车，你说它慢慢干个悠悠不着急？行，挺好啊！我希望合唱团的成员都能进入社区，我们一起加油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好，我们来练习一遍啊！一条大河，预备。 开始，一条大河，停！啊，东啊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团长，我跟您说，我那个小孙子马上就要出院了，我这是，这我抑制不住的兴奋，就对不住，这可是好消息啊！是是是，分享你的快乐，谢谢，为你小宝宝加油，好，<笑>我的祖国。 预备，唱！一条大河，波浪翻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海上国。 我是强大的祖国，是我生长的地方，在这片辽阔的土，哎呦，提高了，没事，我觉得你唱的特好，真的，怎么这个嗓音怎么那么？
别说我唱的不好了。是是是是，哎，喝点啊。不是刚喝完吗？你喝吧。我也不渴。今天真够热的啊。哎，对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，坐我这个。哎，卡特的事儿，我对不起你啊。我当时我要是不给你发那视频，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没有，不至于。他们两家谁跟谁？没事儿。真的，你坐我这个，我受不了了。行，你自己骑着走吧。真不能送啊！哎呀，罗姨，你别生气了啊！我一会儿啊就找袁硕那小子算账去。嗯，好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说。你消消气儿，我就知道。一会儿我就回家跟爸说，他要再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咱就不让他见孙子。我支持你。那老话说得好，蛇打七寸，血点死穴。咱儿子就是咱爸的死穴。只要是咱们不让他见咱的儿子，他也拿咱没辙。咱们怎么说他怎么是。你放心，我回去就说去，行吗？我回去就说。反正大不了挨顿揍呗。不是，还有卡特，你知道他有多委屈吗？我和我姐都没敢告诉他，是你爸举报的。啊，你说这事儿啊，这事儿跟咱爸没关系啊，这根在大妈身上。你是不是在替你爸推卸责任啊？这怎么是推卸责任呢？你没看出来呀？妈都看出来了，这卡特对姐意图不轨。卡特和我姐？不会吧，你别瞎说。媳妇儿，你不是有第六感觉吗？哎，你平时你好好观察观察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。行了，我回家了，该吃饭了。下一个，乖孙子，下一个。哎呀，来，咱吃点奶啊，有稀罕死爷爷了。来呀，哎，乖，鱼，鱼，喝吧。嗯，哈哈哈，乖孙子啊，爷爷怎么那么喜欢你呀？陈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出院手续都办好了。都办好了。小宝宝特别的开心，一直在乐，这回我们都踏实了，这都是您还有护士们的功劳。应该的，但是有个情况必须要向您说清楚。什么情况？为了确保移植的效果，半年以后最好进行二次移植。啊？还要移植啊？二次移植确保了免疫系统再造。两次啊？那个，你看儿子也出院了，咱们还是回家住吧。咱爸想孙子，不行，说个大天儿，我也要住在这儿。哎呀，你这个意思是让罗姨搬出去？那谁说了？再说了，这罗姨住在这儿还省一间卧室呢。我看出来了，人家罗姨呀，根本就不喜欢爸。不可能，我呀绝对不可能让我爸当剃头挑子。这20多年了，在茫茫人海中都能找见，这天注定的缘分呀、啊！我必须要给我爸助力。助什么力呀、啊？增进感情就得有一私密的空间。你天天在这儿住，横拦着竖挡着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
这怎么施展呢？再说江叔爸特别要面子，脸皮又薄，他看见你更不好意思了。你想这道理是不是？也是啊，这空间是得留啊。当然得留空间呢，你就不能在这儿待着了，跟我回去住。跟我回去住吧，你给人留点空间。我再想想。嘿嘿，哈哈，你留住就行。我现在高音区，先有进步。得了吧你！一会儿你说红的，红的好看。嘿，真巧哎！来来来，哎，快快快！袁中啊，你是不是应该给人凯哥道个歉呀？啊，这栽赃啊！犯事了，犯事了！我就看不得这个啊！道歉吧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袁叔，那个您真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是这样，江青，那个罗姨过来帮我打抱不平，然后，这个阿姨是误会我了，啊，然后呢，我在局子里头受的那点委屈不算什么，但是袁叔呢，您那个算是诬告我，我觉得您得给我道个歉。对，你让谁道歉啊？我觉得袁叔吧，跟他没关系，要道歉应该我给你道歉，你就说吧，你让我怎么给你道歉？你说。我到底应该怎么道歉？没没没啊！睡觉，我就回孙子睡觉，咱不听他们吵架，爱吵什么吵什么，眼不见为净，咱们睡觉。睡觉啊，睡觉，睡觉，眼睛，眼睛，我闭眼睛睡了。哦，那精神啊？嗯，吵吵啊，吵。还道歉可以啊，跟他没关系。要该道歉是应该我给你道歉，你说吧，你想让我怎么给你道歉啊？听我，听我，阿姨，您真的不用道歉，您只是误会我，但叔叔您的确欠我一个道歉嘛。卡特，没关系，你太没礼貌了，现在马上出去！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啊？这长个不长心眼呢？阿姨，你别生气。江婷，但怎么？这当心不当心？现在马上出去嘛！道个歉就翻篇了，还翻什么篇呢？怎么回事？不是妈，您千万别生气。这卡特他是那个美国人思维，他什么叫美？什么？这事儿就都翻了篇的事儿了。是啊，还找上门来了。行行，进来，咱都不生气了。咱唱歌，啊！唱什么歌啊？谁还有心思唱歌啊？我不去了。哎，别！我跟你说啊，不许出去。哎，我哪儿也不去吗？你哎，你别不去呀、啊！你看我妈，您别生气啊！我哪儿也不去。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哎、好好好，我尽能走。你给我出来！好，哎，你给我站着，你给我站着啊！你给我站着。你这模样知道吗？獐头鼠目，什么都不懂。拿我爸我大妈来说，那在我们家那是长辈，老神仙级别的，你就对他们那种态度吗？你懂了吗？如果他们一直犯错下去，然后我还怂恿他们，那就是我的错了。狂妄自大！哎，等会儿，咱别拿四个字的来数落我了，行吗？你把相册就放在床头，干嘛？睡不着就看呗。睡得着睡不着都看。你老婆挺好看的。天生丽质。哎，女儿几岁会说话？四岁了。
这么晚呢？贵人浴池。这张我最喜欢。几岁会走路的？就快两岁。也够晚。这什么时候？两岁三个月的时候。记得那么清楚。我闺女。像我小时候。哼。你看。这眼神。多像。你女儿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猜猜她会说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妈妈。对。什么？姐姐。爸爸。肉啊，肉肉肉，怪不得长那么高。这倒是挺学的嘛。但明明是你爸陷害我的，我没吸毒，不是我错呀、啊。倒打一耙，那我爸爸那是就给你证明啊。那你跟一帮吸毒的乐手在一起混，那怎么就证明你不吸毒呢？我爸爸为你洗脱罪名，给你举报了，你得感谢我爸爸才对啊。你好好想想去啊，你好好想想吧你。哎，我被你说懵了，难道是我的错？你 ？Yes, of course.姐，嗯，香草冰淇淋你的最爱。你还笑得出来呀？哎，我说你们家袁硕那张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，能把死人说活那张嘴，到底是跟谁学的？我呗。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都不知道你们家袁硕呀，现在把卡特给忽悠的晕头转向的，电话里一本正经的跟我说，这个是不是你们中华民族的精髓呀？我得负荆请罪，拿绳子把自己绑起来，哦，还要带着礼物啊来咱们家跟我妈还有你公公道歉，完了还问我，你觉得我买什么样的礼物合适啊？嗯，你就让他把自己绑起来，负荆请罪，然后顺便把什么礼物啊什么的都拴在身上，让大妈也乐呵乐呵。你觉得我妈乐得出来吗？就卡特那美国人思维。真的，再别把我妈气得给背过去了，以后看她就更像仇人了。那我觉得你现在这打抱不平，真的是简直跟罗姨一模一样。啊，那个罗姨现在怎么样？还有妈，我跟罗姨一撒娇啊，她那愤怒的心瞬间就被我融化了。哎姐，你说奇不奇怪啊？我以前跟罗姨起腻，哎呦，全身就特别不自在，还起鸡皮疙瘩。但我觉得现在做这事吧，特别得心应手。大妈就更别说了，从小就吃我这套。大妈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你呀，这点比你姐强，可人疼。那是，从小到大哪件事我妈不向着你啊？哎，我说你们俩真是那个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你现在是被袁硕给同化了。哎，你现在怎么这么贫啊？姐，我跟你说啊，袁硕这一点让我特别放心。他总是能在败局中找出出其不意的点，往往还能反败为胜。嗯，无理搅三分，巧言令色。要是没有袁硕教我撒娇的话，大妈现在还在气头上。哦，也对哈，看在你们俩合起伙把我妈哄好的份儿上，我就原谅了，原谅袁硕这次对卡特忽悠的那么成功哈。对了，替我转告袁硕，我谢谢他啊。咱们家这鱼越来越好了，真的。
成群结队的。金兰，你得受点委屈了，看来这骆美娟还得再住些日子啊。住呗，我受什么委屈啊？这不都为了孩子吗？对对对，哎，我什么也不说了。景天和袁硕说了我半天了，是我给罗美娟道歉。你说我又没得罪他，我赔的哪门子理呀？就卡特这个事儿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是吧？这怎么成罪过了呢？行，得，卡特这事儿别再说了啊，翻篇了啊。以后咱们就得跟罗美娟好好相处。爸，你爸，哎，咱们回去吧。行啊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。哎，那孩子闹的，不用练不去。你走，我来，我来。你跟江天回头拿点东西行。行了，吃完了，喝了，是不是？喝了啊，接着吃啊。回去哦啊！我没吃饱啊，我来顺那边去，拍个嗝，哦，拍，瞧瞧大妈啊，想的真细呀，又真打了嗝了还，拖住了，哎，得真乖，脖子软，哎，咱接着吃，嗯，好，真听话，哎，吃饱了吗？走了，大妈，哎，好，你得立起来，哎，再拍拍嗝，嗯，再拍拍嗝，哎，得，爷爷早回家了，咱们，哎，慢着啊，哎。不错，看您说的，我不是您儿子吗？连个媳妇儿也管不了，那还像话吗呢？来劲了，这小子还。楼上是我跟儿子的房间，你不能进。不是，我那意思，那个你现在身体虚弱，是吧？那给孩子喂个奶，那个我给孩子换个尿布，我怎么能舍得你让你来呢？我跟儿子呀，和你已经离婚了。再说这喝奶换尿布也用不着你，签了字离婚协议能不遵守吗？媳妇儿，哎，江天，想吃什么跟爸说，我给你做。爸，你做什么我都爱吃。可是吧，你先陪我孙子睡一会儿，这饭得了我叫你啊。这怎么弄啊？这是，这你得自个儿来，我帮不了你。需要喝点什么？啊，两瓶啤酒。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没有酒，只有茶。啊？这什么地儿？这里是茶馆。这是茶馆。走吧，换个地方。这票不好弄，这拖了好多人才弄来的张票。什么票啊？相声。这是说相声。说相声。哦。哎呀，听什么相声？我就是想喝啤酒，你不是说带我喝个够吗？喝一够。哎，姑娘，上来，喝茶。好，今儿以茶代酒。两位请慢用。谢谢。以茶代酒，干一个。干一个，这么烫。烫吗？抿一口。没有酒的感觉啊。
罗姨。哎，江天，干嘛呢？这不是街道要报户口吗？嗯，宝宝还没起名字呢。这起名字简直太不容易了。哦，是给宝宝起名字？哎，是不容易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们家隔壁呢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一个人，他整天就念叨着哈，次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，教子一艺不如次子好名，所以名字真的很重要。是啊，可是叫什么呀？我想头都炸了。你就想吧，你想他以后怎么样？你希望他怎么样？我就是希望他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幸幸福福的。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幸幸福。哎，那就叫幸福呗。幸福？对呀、啊，没幸福，没幸福，不好听。叫江幸福好不好？江幸福，好，就叫江幸福，意味着将来呀、啊，一切都幸福，一直幸福。哎呀，好听啊！嗯，幸福，幸福会不会有点土啊？幸福怎么土了、啊？英文里面就是 happy 呀、啊。哎 ，happy 土吗？啊，就是 happy 江，江 happy。是啊。哎呀，这名儿我觉得。无论以后谁过生日，都得先说 happy。查一下啊，查吧查吧。江幸福，罗毅，你看你看看、嗯，特别好，这八字都特别合。哎呦，罗毅你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就叫江幸福，嗯，江幸福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嗯。这笔画和八字都不合、啊，谁说的？我罗姨拿软件算的。啊，江天说的对。别说，你还是个网络作家呢啊？什么名儿？这叫袁幸福，都亏你想得出来。哎，孙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叫圆满。哎，多好听，多吉祥，是吧，江天？好，圆圆满满嘛！哎，这名字好，霸气的好。这，我孙子都听见叫圆满了，来了，爷爷来了！哎呦呦呦，来爷爷来了！咱儿子的哭声啊，就是爸的称呼号。商量商量吧，啊，叫袁幸福。你签不签？签，签。是不是又买那超市打折玫瑰花了？少
回那个是优惠，是买一送一。那这回呢？喂，哎，江总，我跟你汇报个事儿，是关于次库项目。丰通公司觉着进展太慢，他，但是你别着急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咱们能不能针对这个项目再成立一个公司，你还担任董事长，咱们把盘子做得再大一点，再成熟一点，完了咱们再并购回来。不怎么样，把次库项目剥离出去，业务就会减少一半，盘子就会缩小，懂吗？这绝对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我有些想法。开车，彭总。啊，我正要向你汇报这个事儿，会议事情。小叔。啊。小叔，你回来了。说啥呀？不是小叔，那个我跟你说件事啊，你们那个海外那个四库 APP 那个什么海外频道怎么刷不上去了？不可能。不是那个你们不是负责那什么境内顺体验？我们真的小叔，你不信你试试，你试试，我真没蒙你。哎。江叔，给您送的花儿，哪来的花儿啊？那超市打折，就想着给您送两个，您拿好。不是小叔，这花是送我妈的。你看那个卡特跟我说，超市那玫瑰花打折，我托他给我妈买点。是吗？我妈那人那么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是。真的，你给我。四库项目虽然近期没有什么显著的效益，但是绝对是一个适合长期投资的项目。况且政府对跨境物流有新的税法支持，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。所以目前我们想请江德顺回来，单独成立一个公司，专注这个项目，把这个办公室也给他。这样呢，一是可以分担成本，而且是一举三得的好办法。老三，我不同意。李总，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可以随随便便让一个外人闯进来。他不是外人。这件事儿应该由公司董事会来决定。四库项目必须得上，好不容易优化了跨境物流和供应链，不能半途而废。一个帮别人公司做项目的人能有什么前途？况且跨境物流和供应链的打通需要耗尽巨大的人力物力，就算四库集团能为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效益，能为消费者带来方便，但我们不感兴趣。感不感兴趣你说了不算，这事儿由我来决定。况且这是我请来的朋友，来，咱们出去说。
不在。不是，你哪儿找的这丫头片子？你让他来投资啊？啊？人家不是什么丫头片子，哈佛毕业的硕士生，而且是亚洲区的总经理，在新加坡、缅甸、泰国做得风生水起。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一号啊？你那是，你了解的都是国内投资圈，人家是在跨国这块做得非常好，而且有很多成功的案例。我跟你说，我不管跨国不跨国，只要干涉公司的经营抉择啊，再好的投资我也不能要。不是，你别着急，我们现在是这么打算的，把次股项目呢单拎出来成立一个公司，这样跟母公司的关系。马上给我回复了。虽然说跨境物流和供应链优化这块已经做得还不错了，但是我们已经停了。你说停就停啊？我怎么跟客户说呀？你赶紧叫那个吴伦，他们仨到办公室找我。那改天轰走，赶紧轰走。我先进去跟他聊聊，你冷静一下。我回来了，阿曹阿姨。真花是像个假花一样，这么漂亮。谁来了呀？谁买的花啊？女婿。袁硕呀，嚯！都说这个码字儿的人浪漫无极限，我看真是浪费无极限，真是烧包。这得多贵呀，这东西。你女婿。哎，您干嘛老这么说呀？啊，您要老这么说，我们家江婷可真的就找不着男朋友了啊！说了，必须要回来了，必须要回来了。好，要回来了，看花吧，啊，漂亮，漂亮，看花吧啊，江德顺的确对次股项目投入了很多心血和精力，也希望你们多理解。于总，变废为宝是好事，那也得看废物怎么利用，不是吗？就像机器型号不匹配还要兼容，结果死机了，你说是换掉软件呢还是把机器扔掉？聪明人会做出好的选择。再见啊，再会。走！哦，江德胜在上面发飙了，他逼着赶紧把事故发到网上去呢。哎呦，那个家伙摊牌吧，不要让那个老东西指手画脚的啦。你以为我不想？现在还没站稳呢。你还担心啥？你担心凯特总辞职啊？不可能的了呀。内容呢？谁负责内容？